全款300多个，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门口啊，雷锋小学的旁边拿下一间胡同小病房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呢，就是我们眼前这套任泽宁的北房。这个院子里呢，咱从电表箱可以看出来，院子里边一共就有4户的人家，院子呢也是非常的方正啊，非常的干净，也是非常的清静。我们要看的房子呢，就是北房最东处的第一间房子，层高呢大概在4.3米左右，并且门口呢是带一片空地。这间房子呢，做了有50公分的一个下挖啊。也是为了后期更好的把空间利用一下，可以做一个内部室内部层的一个设计，并且这间房是带有后窗的，也是非常的不错啊。怎么样，就这样的一间胡同小平房，全款仅需300多个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